天津都走不动了，就这一圈全是蘑菇。嗯，老多了，我也算是见证过的人。没有，这里面一共五个人，就我们俩没见证过。没有，大姑也没咋见证过，大姑就会上猪圈。那他的养圈才谋言行。老窝子。猪圈是你放姑父天天就招领我上猪圈，我说能不能再改变个地方？我放姑父有鱼窝子，没有蘑菇窝子。他刚开始领我采蘑菇时候，钻蘑他都不怎么认识。我说你还是不是的那个东北人呢？他天天上班啥，他也说他也没采过真蘑。哎呦我天，还是我告诉他们是真的。我天，走了半天看两个真的。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成。我刻一个。尝尝吧。哎呀哎呀。扒人，这是毛针吧？小小虫子，屁股要说，你哪看都不看就咬。你看这毛针吧，就这么大的。毛针是小，它香。你看，这种毛针呢，它小，今年不厚，它小。这种针子香，哎，有羊了。你看你大姑刻的有羊了。一般的黄豆出来了，黄豆能呼那个豆荚吃了。这个榛子就成了，现在还不行。哥，你那个好像给好给我。这个就是好，我一般净采好。小米，哎呦，太小了，不过也长米了，证明你看也可以了。看这个好像好，毛榛子香，比那个笨榛子好吃。就是扎人不好采，采都得戴手套，不戴手套那俩手就是扎的。哎，倍儿酸。啊。来，给你吃，掉姐。我不吃，给他吃吧。他好久没吃了。倍儿酸，还给你吧。这个米儿的酸，皮儿酸。皮儿酸。给我。皮儿酸，米儿香。米儿，呀。补补脑子。你看这皮儿酸。是不是香？现在可能还不太成。嗯。它要成了先可香了，这个毛榛子就采好少。我们大山里的东西宝贝多，吃的也多。榛子吃到了吧？今天托派吃到了，榛子也吃到了。托派我叔给的。榛子我叔摘的，我大姑掰的。哎，我回家走了半道，我叫你停车你就停，就过了十八那个地方，那个什么。还有托派吃、啊。那个道边上托派秧子多，看。说实话，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托派。吃托派比吃蓝莓好吃。那是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快，又遇到狗咬子了，你又可以享受一个。哎呀，我来了。咋就看俩呢？哦，这还凉还有俩，你看。别动。你看。你看。好像狗枣只有小时候吃过。看狗枣子。绿了吧唧能吃吗？回家捂啊。搁到那边捂两天就熟了。就这么几个粒儿啊？啊，那原来一筐一筐采，咋采的呀？现在啥玩意儿都少，不揣兜里啊。回家给你捂一捂。好嘞，看看等下还能碰到点啥不？还穿这个戴那个的，戴檐的帽子根本戴不住，给你刮的稀巴烂。老太姐，这个拖把，你说你出去多少年没吃过了？啊，快，你出去多少年你都没吃过了，你吃不吃？不吃是傻子。你快点过来吃。来喽。哎呀，你看扎人呢。嗯，那玩意儿托盘秧是真扎人呢。托盘秧子扎人。嗯，没几下。哎，这个真大。吃吧。哦呦，冒竹。就这么两个。你吃了呗，还是？哎呀，哎呀，这啥也没吃，逛了一趟，逛了个空筐。行啊，采点蔬菜吧。对呀，啥呀，我也得回出来采蔬菜。哎，这大胳膊筋不是那个骨牙挺嫩的吗？现在蔬菜不太好长了。哎呀，对吧？
玩意儿，哥，你让你告诉我这玩意儿。嗯。哎呀，你家兔子愿意吃。是。小兔子可愿意吃了。大兔子他妈的也吃，他不吃杆。哎呀，就这玩意儿。那是野黄豆吗？对。他愿意吃。那开着这三轮车，完了就跑到哪北山去呀？对，他吃完这些小叶呀、啊，你别寻味他，他连杆子都吃。我不寻味他。哎呀妈！满筐了，也是一杯筐。你管那啥玩意儿啊？是不是回家你不用打兔子草了？要不还得打兔子草。我们中午吃啥？我们中午对付一口得了呗，吃土豆丝儿，对付一口得了。就我和我妈俩。哦，你自己啊？姑娘啥时候回来呀、啊？他都让我打跑了呢，回来个屁呀！回来，你还给我打跑了？我还不知道你那小样的家庭地位啊！啊，咱们家这几口子，你就跟外面那两个差不多了。你打跑了，把你给打跑。你爸今天中午又不在家，咱俩吃点嘛呀？对付口得了呗。那你给我做呀？我给你安排。够不够你用的？够了够了，看有小院就是好。这个蘸酱吃不行吗？我看怎么这么好呢？还没完事儿呢，完事儿了你再吃啊。我都怀疑你现在是闻味儿过来的。别可好使了，别叫。这家伙本来寻思我和我妈中午对付一口得了，又来一个。这叫对付，哎，你的对付什么的呀？啊。这啥呀？介绍一下呗。肘子。肘子。哎呀妈，肘子都干上了。啊。哎呀。辣椒。小辣椒真的是。嗯。油滋辣光的。你家对付都这么像样啊。啊。好气呀、啊！我老爸出去喝酒了，那我们就对付一下呗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别让家吃好吃的，我们老家人弄成差。看看我们家的杨氏回锅肉。杨氏回锅肉啊！吃吧，中午对付一口得了。这饭对付的真好啊，天天让我天天对付啊，天天有四个菜，就这么硬。没事儿，你放心，只要是我爸出去吃饭，咱俩就这么对付，是吧？这是话外有音，有点故事啊。有。吃的这么香，我有点难以置信。哎呀，太饱了，你爱瘦，嘿嘿嘿。大姨，哎呀，人家今天都减轻啊，今天早上还跳了一个多小时的操。你这四个菜一整，你这减啥嘞？没法减。下回我给你做减肥餐啊。啊，这么可以？我给你做，真给你做。对呀、啊。嗯。多好啊。嗯，减肥，嘎嘎减肥的。